上门运势打开，事业组飙升变成企业主。我老公他本来在那里失业就已经，他还想说他中年转业怎么办？生完女儿之后，法国的厂商哦找我们两个夫妻去法国谈一个合作，亚马逊也要找我老公合作的东西。亚马逊找你们？对，然后全程赞助我们商务舱，然后去法国，然后去法国住 villa， 然后办他们的那个展览。怎么这么？为什么？那种好运哦，是你没有办法。就在今晚11点，《麻辣天后传》准时上朝。